团的录影拍摄。是。我很高兴。哇，好激动哦！哎，志伟，志伟，不要方便啊！集合，集合 ！OK， 是是，不要睡啊，睡！分，集合，集合，快点，集合！哎，不要再放飞出了，哎！我老弟是看起来，起来，集合，集合！哦，我老弟你做梦！哎呦，你做梦！这个，这个，集合两个小兵，你做梦！我集合，集合，你快点！哎，我们小王姐姐，我有你 ！Hello， 西白。现在几点嘛？现在是4:05。OK， 我们用在车控嘛。为了你的生日啊！牺牲啊！能不能做工作不要去做啊？今天下午被吵起来呀！那搬病搬到一半啊！我玩电脑，你让我来玩电脑的嘞！搬病你懂吗？我在这里，我要跟你唱一首生日歌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Happy birthday to C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不要怀疑，就是你。Hello， 我是阿言。现在这一段是由我来讲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录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要讲些什么。讲着讲着，就想到了你第一次在海景唱歌的时候。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去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对，就是这个画面，当时是整宁在海景唱歌的一些画面。虽然讲我们之前有点小吵架、小误会，不过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。我很高兴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那我在这里祝你希望生日快乐，我们做永远的好朋友啊。OK， 嗨，我是老高，今天到我讲话了。Hello， 我是老高，就是你。嗨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今天是你生日哦。生日快乐。希望生日快乐。这么多年了，受到你的照顾，真的很感动。连这次非常紧张，为了打破阿瑟的记录50秒，所以我已经想到很多方法，因为看我的动作一直在转变，就是为了加强这个 video 的设置。实在是没有话讲了，最后祝福你，生日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谢谢。现在是凌晨3点多，你看那边的时间先，3:13。我们在为整做了一个小小的 surprise，OK。然后明天我们还是一样会很隆重的出席啊，不过会晚一点。其实我跟整宁从小学、中学到现在认识了至少10年了。最怀念的还是当兵的时候，在当兵的时候，她好像一个大姐姐一样，很照顾我们。有时我们有难了，她都会帮我们开解，尤其是打麻将的时候，没有飞给她乐到有飞。她的21岁真的是只有一次，所以啦。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，我祝这里我们的大姐头生日快乐，心想事成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再见。阿哥，水管放下，不要喝了，先听我讲哎。今天希望生日嘛哦，
就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你的生日会，好像是在1001啊。不过讲几年了，我是忘记了啦，因为认识这样久了，不是讲我没有心，是讲我们认识真的是很久啊，几年了。希望接下去几年我们还可以这样开心哦，在一起哦，这样朋友朋友这样聚会什么。最后这边祝你生日快乐。OK。西哥呀。你也21岁，我们也认识你这样多年了，就希望你这次办的生日会你会很开心，然后我们这帮朋友也可以一直这样子长久，就是在一起下去。没有，你也21岁啊，很多事情，要改的应该改，要做的也应该要做出来啊，小爱，就这样子啊，生日快乐啊，小爱。喂，中间几号嘛？19。什么19、20了呢？什么晚上起来等我在做梦嘛，今晚生日我要拍 video 啊。做什么 video？ 你先别讲些话。做 video 啊，喜欢啊，喜欢生日快乐啊，生日快乐这样简单呗。 Happy New Year， Happy New Year， 什么过年要讲些感动的没有？我们哦也认识了4-5年了，中间什么酸甜苦辣一起这样度过啊，大家就要我们整个一样的是好朋友哦，就希望我们的友谊长久哦，生日快乐，唱一首歌给你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真的是睡起啊，很累，你让他继续拍，继续拍，不要。哎，这是谁？可以打扰几分钟啊？什么事？啊？想现在录着喜欢的那个短片吗？有没有想啊？给他一点祝福有没有？给他一点祝福啊？嗯，祝福啊！今天喜欢生日哦。嗯。还是我今天有点个人的原因不可以过去，把那天答应过他了啦，手很不好意思啊，把很想跟他讲生日快乐，亲口跟他讲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去跟他讲哎。拜拜。朋友是很多，把知心的朋友只有几个啦，要珍惜好朋友咯。走，希望生日快乐，希望你老了一岁哦。Oh, man.